经常根据工作表现来判断自己是否有价值。如果你对他们的工作不感兴趣，或者不想谈论这个，处女座也很容易感到厌倦。仅是情感并不足以留住处女座。处女座的爱唠叨和爱抱怨，是因为他们把爱情当作安全的避风港。他们可以随时在港湾里吐槽各种烦心事，你要理解这是信任和彼此感情稳定的征兆。处女座会对你动心，但要真正的爱上你，却需要更多的时间极细心的培养才行。这一点很难说清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的内心是极其善良的。处女座爱一个人，永远是一副内心锣鼓喧天，表面装的波澜不惊的模样，不断想起那个人，又不断克制自己想那个人。处女座选到一个喜欢的人不容易，选到一个适合自己喜欢的人更不容易。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